教你哦。大家好，我是 Kendra 苏凯旋。继上一次我跟 Mia 经过了那么疯狂的挑战之后，今天我们还是来继续挑战。今天要挑战一个很辣、很辣、很辣的拉面。输的话，我们要找三个男生来搭讪。听讲 ，Bella 现在是 single and available 啦，所以我现在邀请你上一次给你鼓励。自从这一集之后，就是告别单身了。哎呦，所以你要先谢谢我要吗？等一下才讲吧。教你哦特别系列，两位美女挑战吃超辣拉面，输的人要去搭讪陌生人哦。我跟你讲，我为了 Bella 的幸福，我不能输。我也是不可以输。不可以喝水啊。What？ 不用紧，越喝水越辣。赢的可能性，赢了的人要唱歌。客人来，看爸爸，爸爸不在家。赢了可以喝水。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。天注定要给我喝，我不喝的呀。你点开。爸爸，你成功复制。我不想认输。真的很难认输。不要害羞，来。没了，你要再靠近一点。我想说，我最近在吃素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为什么？因为你是我的菜。请问你可以看你的 GPS 那个 Waze 吗？啊，然后那个地址是去你的新的地址。请问你知道马来西亚什么最辣吗？吉里巴利。吉里巴利不是哦，是你。贝拉终于找到了一个人了，我觉得挑战很成功，大功告成。耶，挑战成功。Yes。怎样感想？怎样感想？有没有找到真爱的地方？有吗？真爱。我现在也是一个。